以为最起码是一个路口，还不出来，太有意思了吧。这整个城市都好梦幻啊，有人在唱歌，感觉是小朋友，好厉害，很多表演啊。天哪，这边更好看，我的妈呀，晕掉了，惊呆了，站着风景，快往远看，把那个落日打到那个树叶上，你看那边好好看啊，小火车太美了，这整个城市看起来哇，真的好像在像迪士尼的那种梦幻感，而且现在是叫做金秋布拉格，然后气温开始变得挺低的了，好像跟北京差不多吧，但是这时候的那些树它都是黄色的，所以夕阳照下去才这么漂亮，天太陶醉了，还感觉在这个桥上走来走去，看到那些在桥上走的人，感觉大家心情都很好的样子，好治愈的一个城市啊，是海鸥吗？是的是的是哈、啊、太美了，雌雄啊，哦都是海鸥啊，现在还到处都是海鸥，飞得好低啊，温度确实是有点低，可以用晚上，可以吃个热的，建筑都好好看啊。昨天听当地的朋友讲说，这边有过了千年的这种建筑古堡，就整个城市有很多的历史沉淀的氛围感。冷是肯定有点冷的，而且我衣服也没有带得特别厚，但是我昨天听说这里的纬度相似于哈尔滨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了，我们即将去一个听说是整个城市最小的红绿灯的人行道，我真惊呆了，比我想的还要小，比我想的还要窄，这果然是最小的，我以为最起码是一个路口啊什么的。For you, for you。我的心，好可爱。马上到了可以堆雪人的季节。哇，你看这边，天哪，巧克力饼干变成这样。我觉得这个我得买上几袋。快看，你看它多可爱！它头冲下，我疯掉了！它怎么那么可爱啊？宝宝，宝宝，那边还有天鹅，拍一下那个天鹅。哇，我们拍到粉色的云了！这个粉色的云，我觉得今天太绝了。
没想到我们这个时间出来，现在4点多，刚好那边日落刚刚下去，哇塞！哎，好美，好美！谁管他们呢？我真的肚子饿。啊，在这心情太开阔了吧？往远看，有点像天鹅。肚子饿了，但是我居然来到了布拉格，我还是想吃。猪魔尾，我的中。所以呢，要去参加。在许愿之